结束我的这段时间，主播啦，谢谢掌声 ，Thank you， 看看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了这个彩带和彩炮的支持，谢谢，感谢 Jackie 日本，还感谢建新，感谢阿伦小宋，还有所有的朋友 Kenny， 还有感谢九哥，谢谢，我们每逢星期五再见。